有请我们的三号嘉宾董贝克。哎，你好，老师，你这门有点矮呀，我出来有点费劲。这门是按照我做的，你知道吗？是是是。身高多少啊？身高1.88米。哦，1.28米啊，1.8米、嗯，差不多差不多。这个。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吧。我叫董贝克，来自于辽宁。我的爱好包括唱歌、电影，还有见网友。唱歌、电影，你可以带着网友去唱歌，然后看电影。对对对对。哦，这太好了。对，做什么职业的？我做很多很多很多。我没猜着，您再说一个。时尚工作者吧。哦，时尚工作者。对对对。郭老师，我今天过来给您带有。礼物，我来就来，带东西来了。那当然了，当然。你飞哪儿了？我在后面呢，你能猜到是什么吗？在后边，我想着啊，对，这个很奇怪的一个礼物，我来帮，我来帮你拔出来吧。行行行行行，在呢，真在这儿了。对对对对对。嘿，我是怕您仰着头坐鞋。鞋垫儿啊，内增高鞋垫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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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董贝克，谢谢，来来来，来来放我保险箱里边，快点，哎。跟着吃的都搁一块儿啊，来，有请。